开饭，今天我们吃老豆皮、毛血旺，还有个圈圈肠。这个老豆皮，豆香味儿，毛肚。今天这个老豆皮。这是手工做的老豆皮，今天跟姐妹们开的活动，19.8块，以前发2包，现在发3包，29.9块，以前发4包，现在发5包。到家可以炖菜，可以炖，可以炒，可以做火锅、麻辣烫，还可以拿来凉拌，都可以。里面就只有优之大豆和水，别的啥都没有。这个是一张豆皮，四张豆皮压的一张老豆皮。这个圈圈肠吃一个还可以，吃多了就腻，而且有的里面稍稍会有点苦。好香！南昌拌粉来了，夏天吃这个爽口。
调料自带啊，我另外加了一点古德拉克拌饭酱。它这里面的超料超足，好吃。无骨鸡爪一桶两斤，辣度可选。这个每一个都是去骨留筋，带有掌中宝。我放点黄瓜、洋葱。三个辣度可选，辣度可以自己选的，我吃的是重辣。现做现发，48小时内给大家发货。
夏天吃这种无骨鸡爪，冰箱里面拿出来，非常过瘾。